果然男生跟女生玩游戏就是不一样，我发现。是吗？对对对，很大不一样。我们女生就是讲究房子呢要好看一点，然后家要做得好看一点，然后你们男的就是多打野人，多打野人，多打野人。对，打。就是喜欢打打杀杀的，就不能好好生活吗？不能安定下来吗？跟我一起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只有先活下来才能说那么多话，对吧？你呀、啊，应该是被打怕了吧？你，是不是？有一点。你是被野人给揍怕了。对对对，对，哎，我的斧头，哎呀，我又没木板，对，我去砍点木板嘛。我有木板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箱子里面不是有吗？你这些拆完家不是就有了吗？难道你把家里的那些木头给弄了之后，难道不是木头吗？来，我们比赛看一下谁拆得快，我们来兵分两路，好不好？不是我拆这边的，你拆那边的，行吗？我用手拆啊，我先，你拆吧，你先拆，我去合东西呢。哦，好的。等我怕就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担心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就是等我拆完了，你这斧头还没做好，整栋房子都被我给拆光了。没有，我没有，这不是你的房子。你什么你啊？这房子都拆完了，你还在这里做斧头？我看你就不是有木板，不是很诚心给我拆房子，你就是假装啊，这个没有啦，那个没有啦，一下子说又说要去上厕所，一下子又说要去搞那个斧头啊，又说没木头啦，真的没有木头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哎，我有斧头了，我有斧头了，好了，我来帮你拆，我都已经拆完了，你说你有斧头了，哎呀，不要着急吧，拿出我的那。什么？给你一点那个味道啊！不要！哎，你的是金斧头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的呢？为什么你有？我的就是个木的。你这个木的，好吧？对啊。你是新手，我不怪你啊。那等一下帮我铺大一下这个平台，行不？哪一个？就这个平台吗？啊，要铺大一点，要半砖，不要以前一样浪费我的那个砖头呀，不然我一板砖拍死你去啊！好了，我感觉马克就是骗我的，真的，他说要来帮我那个啥拆家，结果家都拆完了，斧头还没做好。做好了，你看，哎，储物箱，哎，我捡了一个储物箱。这储物箱不是我放上去的吗？你怎么还给我敲掉一个呀？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啊，你别皮了，赶紧的吧。你铺一边，我铺一边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不要打我一下？你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？为什么欠打吗？因为我现在我发现，哎，我这个血量吧有点危险。那你去找个野人打你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不舍得打人，我很宠爱别人的，我不舍得打别人。打住！真的？恐怖版权？难道我不宠你吗？一二三，哎，我说话。你这一笑让我感受到了危机感。什么危机感？就是一二三，兄弟，噔噔噔，好了。我救了你。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我刚刚把野人给打了。干什么？我打野人，你杀鸡啊？你可以烤鸡。